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吾道什么，至简至易"，是不是？修行者就是做减法的，跟普通的这个食素人不一样。食素人要把自己搞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修行者要把自己搞得越来越单纯，是做减法的，不要那么复杂。说当年六祖慧能如果认识很多字儿的话，他一定不能成为祖师的。那当时跟大家分享了五祖门下2000多弟子，这2000多弟子啊，都没得到五祖的法，那只有六祖慧能得到了这个传承。什么原因？就是六祖慧能一个大字都不认识，他很单纯，脑子很单纯，做人很单纯，很老实。师父让你做什么，在那触米就触米，别的师兄去经堂上听师父讲经，他要在这个厨房里触米。为什么？待会儿大家听完经了要吃饭啊，他要把那个米赶紧触好啊，触好了以后把那个糠剥掉，然后能下到锅里给大家吃饭。所以他在五祖门下一天经没有听，他就跑到这个后房去厨房去做工了啊。所以这种人才能成就，不是说整天的这个只是听老师讲，然后回去又不肯改变自己，那这种人不能够成功。所以五祖门下2000多个出家弟子，就是说没有出家的那些居士众，跟他当年修学的有上万种啊，但是只有六祖慧能一个人成就了。那时空点不同，我们今天这个时空跟过去的时间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如果在六祖时代，我们这些人新加坡人要去到这个东北加拿大，你要走多长时间？要走多长时间？没有汽车哦，没有飞机哦，没有这个电气船哦，只有帆船哦，啊，所以说你要多长时间到？好，从这个温哥华，我们到达温哥华，然后到罗伯森山，大概是整个的，我们从温哥华到班夫开了10个半小时的车，你算平均1个小时100公里呀，平均时速100公里，大概我们是800多公里，因为刨掉路上的。所以从这个班夫再到罗伯森山的话，是大概是将近400公里，是1200公里的路，你要靠你走路走上去，你要多久？还有我们很多地方是坐缆车上到山的，那你要从山根爬到山上要多久？所以是今天的时代，大家要善于利用手中的钱，利用手中的资本，利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现代化高科技手段是什么？一个是飞机，一个是汽车。啊，说我们这次是做的一个自驾游啊，就是因为很多地方大的这个巴士车根本进不去啊，只有我们这种小车私家车才可以开进去。啊，所以说我们做的是自驾游，啊，那么借助这个现代化的这个高科技工具，给我们缩短了大量的时间。也就是说，你过去你即便跑到温哥华，你在这一辈子你就在温哥华，你别回来了，因为你要从温哥华到落基山，哎，路1000多公里，还要爬每一座山上去，没有这个交通工具，全部靠你的脚，靠你的脚力走。就是那么过去的人没有福，我们现在人才真正有福报的人，所以是一辈子可以当好几辈子用啊！你要从这个时间的这个缩短来讲，一辈子基本上可以当过去的30辈子，就是你活一辈子100岁，等于活3000岁啊！所以是今生为什么可以成就，就是这样，等于是说你连续修炼了30辈子，30辈子懂不懂？一辈子100年，啊，那就是说按天寿是120年，但是通常我们都活不了120岁。我给你平均按100岁算，对不对？三十生，啊，30次生死，一次100年就是3000年。但是你们都干什么去了？你们坐飞机去干什么去了？去耗散光。说是普通游客，我们也见了。也有跟我们一起去旅游的，都是干什么？耗散光，把自己体内的大量的生命能向外使用了，没有去很好的调节一下开关，
所以这次东北龙它的殊胜地、殊胜之处在哪里？刚才最后一位分享者他给你们分享了，他是从来没有练过我的技术方法，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前有朱雀后玄武，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他就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睡觉，呵呵飘呵呵，然后去那儿睡觉，去那儿飘。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呢？他单纯啊！你看他人脾气不好，没什么坏心眼儿啊。那么大年纪了，好几个孩子的母亲还像个小姑娘一样的，整天无忧无虑的，想冲老公发脾气就发脾气，没考虑老公会不会不要她。还给那样的孩子想想，我这样折腾老公，老公会不会不要我了？他都不想，单纯。所以说，大家学东西要学这个单纯，单纯是一个很好的开关。就是你一旦单纯，你一旦简单，就是刚才说你要做减法，你少用脑袋，啊，什么微积分都被你用上了啊，在那打算盘，算计着我这一次花多少钱，我能不能怎么赚回来，啊。那这个按照我们现代科学的话，这个大概是100克暗物质啊，就是这个科学家这个算的这个价钱，100克的暗物质大概等于100兆啊，100兆的价钱，什么概念？100兆，1兆是一亿啊，美金呐，这是 US dollar，而不是你新加坡钱啊。现在就是它这个100克的暗物质的价值。等于100兆，就是100个亿美金，啊，那你这一次去，你去这个叫东北龙，啊，去这个香港，你赚了多少暗物质？那你怎么算这笔钱？还有，你的钱是用在生命上面，还是用在浪费生命能上面？是增加生命能上面，还是浪费生命能上面？大家要重视，我们看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人形，但是你要用这个高倍的显微镜看你这个人体，就完全不是人形，是什么？是一个能量波动的一团东西，哦，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人看自己各看人类是有形的，看动物是有形，看植物是有形的，但是在法界中，佛菩萨眼中看你就是一堆什么能量团儿。只不过是你是一堆带着七彩光的能量团，还是一堆黑了吧唧的，将来会跑到地狱里去的黑鬼啊？他们看你就是看这个，不会看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啊，涂了多少粉呐，描了什么眉呀？他不看你这个，他就看你的身上是什么光，啊，什么光。所以是大家要重视，我们是个能量团。那么你这个能量团，你是把这个身上变成七彩光，达到最后的一个大圆满，还是变成黑了吧唧的，塞满了黑东西的一个球，一个身体，这是很关键的。之前有关课程我也给大家讲，你就是一个气，就是一个杯子，你杯子里装咖啡卖咖啡的价钱，装美酒卖美酒的价钱，你装白水。你就卖，只能卖白水的价钱。是不是一个人这一辈子在世间法5%的成功，就在于你这个球，你这一堆这个气，这个里面装的东西是否被你改变了？啊，这个就是按照今天现代科学就叫能量科学，啊，就是能量，就往这个能量上面，现在的光子科学。我们不要从这个信佛、信菩萨、信这个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用科学来跟大家讲东北龙的秘密在哪里啊！所以是在于一个能量体，你如何改变它？就是你的这个球，你这一堆怎么去改变它，变成七彩光体，变成纯净的、最后无量光明的光明体。所以是这种大圆满形的，大家会看出它的层次。看出它的层次是球形的，不是一个一个彩虹。你们看到的彩虹是这些凋谢儿，对不对？你看到它是个球形体，是吧？它带有这个下限。你看这个下边在这儿，它是你这样画过去，这样整个的，它是一个什么？水，你们阿兹水晶球切一半，切一半，那一半在哪里？那一半在地下，
说是地下怎么可能完成呢？那就是一半天一半地，就刚好是一对阴阳，就是对的啊。那么在这个光的能量学中，地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也是能量体。也就是说，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下看地也是个能量体，天也是个能量体。那这群人在干什么？这群人进入状态之后，说是把天跟地的一半天一半地两个大锅，180度的大锅，吼，合成了一个球啊，合成了一个球，也就是这种球形的啊，就是上面一半下面一半，这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着紫光、红光、绿光、白光、黄光，五方佛光。从佛法来讲叫五方佛光，从我们的科学角度它叫五行真光，就是金木水火土，就是光。所以大家就是把自己当成个球啊，张老师长得比较像球啊，圆满，你们长得还不太像球啊，这个弥勒菩萨他就像球，对不对？你看弥勒菩萨往那一坐，一堆球，对不对？到处都是圆的，脑袋也是球，肚子也是球啊。那么这个球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天圆地方，内里的你的身体里面的五脏都有个气，都有个六合体是装载东西的。当这个东西被装载进去以后，它会释放一种能量出来。也就是说这种六合结构体是方的。你的心肝脾肾肺，实际上从粒子的角度，最小的粒子颗粒都是立方体，六合立方体。它中空啊，中空。这个像高级层次你们修的大圆满，要修明点的时候要知道那个明点中间是空的啊，中间是空的，不是实心的啊。所以是它中空，中空实际上它最中心的点是一个六合立方体。那么这个六合立方体如果装了光，装了能量以后，它释放出一个场，就像你们看到一个磁铁是一块方的，然后磁铁释放的这个磁场是什么？球的啊，球形的。就是我这儿放一块磁铁的话，那你测的话，它这边有没有磁铁，这边有没有磁场，这边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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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如果是你弄一块东西，这个桌子你在底下测有没有，有。所以它是个球，磁场一个场的释放是一个球的。所以是你的这个气，心肝脾肾肺五脏装满了，里面装满了什么？是否光化到可以放出彩光来？那这个叫红光身，不是红化身。红化身是师父要飞了，不理你们了，离开你们了，所以它叫红化，就是变成彩虹走了，变成红光走了。走得干净的人，他就完全的就什么都不留。所以是前期要练红光身，这个之前啊，你们可能只是听都没听说过。西藏呢，在藏地里面，他特别重视，就是如果天上出来彩虹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搞金刚舞戏来庆贺。为什么？他们知道这种彩虹出来的时候，有个师父的红光身练出来了，在他周围有这么个师父，然后也就是说，这个彩虹的范围有多大，这个在彩虹范围里的众生都会受这个佛光普照。就这个师父的心量有多大，那么他就会释放出这么大的场，那么你在这个场中都会被他什么磁化，这就是磁铁的原理嘛。你这个磁铁这么大，但是放出来的场是整个房子都有这个磁场，那你在这个磁场里面受不受磁力的影响啊？必须受它的影响的。所以是在西藏地区，他特别重视对这种彩虹现象的捕捉，但是一捕捉了以后，大家就会去断定那个中心点在哪里，就是个彩虹发出的中心点在哪里，因为这个是可以测的，对不对？可以测的。那找到中心点，它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找到那个师父的住息地。什么叫住息地？就是他就在那儿修炼的，啊，那个就是能量场的发出点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啊，这次的殊胜在哪里？就是基本上我们是说。在不是光是兜率陀天内院那个地方拍到了，而是最后我们在一个一堆碎石白虎方的一堆碎石呢又拍到了，
就是这个也不光是在这个罗伯森山拍到的，我们在这个班夫的路易斯湖，班夫的这个白虎穴的穴场，通通都拍到了，啊，第一天我们是在莲花生大师这个圣诞日，啊，圣诞日开始拍到了以后，这连续几天全部都拍到了，后面的连续几天都拍到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红光，红光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心肝脾肾肺五脏都练到这个空哈，且光明。之前给大家讲，修法一定不是光修空，要修空且光明，然后你的五脏就会放光。心脏放出的是什么光？红光。大点声嘛。你们有没有是我学生的？好像一大半是学生，为什么连这个都不懂？心脏放什么光？肝脏放什么光？啊，这个脾胃放什么光？肾脏放什么光？啊，还有一个什么光？肺部放出白光，这是五脏气。所以我们在写这个这个脏器，这个器皿的时候，你看这都是小六合体，看见了没有？因为中间还有一个六合体，这就是五方佛光的来历，也是这个口啊，这个口实际上你把它化成这个六合体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是这样六合体啊？啊，所以是你们不要这个把中国文字都平面化，它都是立体化，所以是一个气是代表五个口。连在一块儿，它就大了。为什么大了？你这个大日如来是由五方佛光组成的。五方佛光首先由大日如来光化成五方佛光。五方要你要修到大日如来的层次，你要先从五方佛光才能回去大日如来。一个是化成啊，利益大众，这个叫道下慈航，普度众生；一个是回归。回归也就是说，你要修到佛的层次，你要成道，你要正果，你要从五方光先要成，从五方光成了以后才成大日如来身，啊，这是科学。也就是说，大家如果不把自己当个人来对待，而当一团能量体，啊，你不相信，你去这个物理实验室找一个高倍显微镜，你看你的皮肤。皮肤在高倍显微镜下，通通是像那个，气一样的，呼哧呼哧的，不停的在波动的，根本就不是你肉眼看到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波道，啊，波的波长，长波看不到，短波看不到，耳朵听，长音听不到，短音听不到，啊，所以是这个大家要重视，不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是很多东西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在佛眼里面，在功夫师眼里看你，有的人一见我，我说：“哎，这个你的心脏不太好。”老师，你怎么知道？啊，实际上那个我看你的心脏就是一团黑黑的，本来是红红的就正常了，那黑黑的就不正常了。黑黑的就是什么水？水，你那是火地，但是水占据了你的火地，把你的火都灭了，所以你的心脏自然是不正常的，心里面有黑气，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人黑了心肝啊，所以你们这个功夫要学哦。你们特别是很多大老板，还有的做很高级的主管，那你要挑你的部下怎么看？你看他的心是黑的，是红的，哎，对不对？你看他的心肝脾肾肺五脏颜色是不是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倒反了，都有问题的。这个人有反骨。什么叫有反骨？他如果做你的部下，你不能让他做高级主管，到时候他领着兵叛变，啊，造反你，把你的高级人才都给你拉跑了。因为他该红的不红，该黄的不黄，他是反的，反的就是反派，反派人物，能量是带有反性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功夫特别好用。那看什么？不是看他的心，你怎么看他的心？你非得把他那个手术刀一割拿出来看看，那肯定是红的，血呼流拉的，对不对？啊，那个看不出他的场，你要看出他的光场。所以这种彩色的光
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这个就是弘光啊，这里有个师父，他成就了弘光身，然后用他的心肝脾肾肺放出五彩光，用他的仁义礼智信五德放出了五彩光，然后形成了一个磁场或者叫生命场能，然后把这个场给罩住了啊，罩住了。那么刚才有人放了一下，那个时候我是要搞点小神通告诉他们那个场是变化的，就是随着这个嗡阿哄三个字的应用啊，嗡字把宇宙能聚下来啊，这个阿字把它向体内体外所有的众生释放，哄字最后要把它化空啊。那个视频有没有？还有一段视频，不是这个，那个才比较清楚，你这个是没拍到效果的，你找那段视频。所以他告诉大家这个不要吹牛啊，说什么什么人到什么水平了啊。那有的人说，哎，老师也不是你在那就你在那拍到了，那别人拍也是有那个光啊，那是因为张卜生在那儿，场就在那儿。如果张卜生走了，你明天你再飞回去，你再拍，你拍出来我掉脑袋给你啊，我就敢跟你赌这个。所以说大家不要吹牛，不要说什么人到什么水平，你拍个出来看看。不好玩的，不要吹，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东西，真实就是真实。我们不是吹牛，它真实就是真实。如果是说偶中耳，说哎，我在一个时间这个点上拍到了，哦，你可以说哎，这是碰巧。连续的在很多场中很多点还不同的时间，有的是早晨拍的，有的是中午拍的，有的是晚上拍的。罗布森山、班夫、温哥华都拍了，都拍到了。那你再怎么去说他，再怎么说他？所以很多东西大家要认清。我一直强调的科学性，也就是释迦牟尼老人家他说，宇宙实相、生命实相，通通都是科学可以做一些见证的。那科学的东西，肉眼是看不到的，这个暗物质、这个光看不到。肉眼真的看那一片什么都没有，哎，手机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是光，光它是有四种特性：物质性、这个暗物质性、反物质性、反暗物质性，它有四种特性的。那么，当它由这个不可测的暗物质性转向物质性光的时候，你肉眼还不可看，但是手机可以捕捉到，就是不是手机，相机，啊，就照相功能，它可以捕捉到这种光。那就告诉是一种真实，那一种真实。所以大家要有信心，有信心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搞迷信。我们这一群修炼工作者这个跟普通的人真不一样。你说因为我信什么邪教了，我信什么正教了，我还是信什么教了，这个都放次要的。就是你能否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场的光画出来。那这个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人体我们是一个能量体，是一个能量身，就是你就是个气，你就是个海绵，好不好？你就海绵放在水里，它就能吸水，啊，你放干净水里，它吸的就是干净水；你放臭水里，它吸的就是臭水。所以说，我们在污浊恶世里，你在红尘中，你天天吸的就是这种污浊的臭水。就这么一个道理。那上去这种地灵点，在天跟人合一万物聚合的过程中，那这个场性一变以后，它就是一个净土场，是一个无量光明场，是五彩光场。那么你这块海绵进去金的，当然就是净土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修炼真是至简至易，就是你不要有一个我。大圆满最后到高层次讲究一个无修无证，你练什么功夫你都胡说八道的，你到那个地方就给我睡觉就好了，你就调到一张白纸，就调到完全无我，完全无念，你不可以动脑袋，你那个时候修任何有为法都是错的。但是从有为法把你带进去，带进去最后就是一个睡觉。所以是修炼之旅，他们太幸福了，出去十几天睡觉啊。那么睡觉完了变化不变化呢？浪费钱没有？完全没有了。你看我们在这次回来，每一个人发现自己都变了，心情变了啊，这个样子变了，模样变了啊，这个肌肉也结实了很多，骨也有力了
啊，刚才有人说睡了3小时就醒了，精神也特别好啊，那个电足啊，那个电能泡电足，你也没有关开关它就老亮着，对不对？你一开开关想醒它砰，它一开关它就有足够的电。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同修拍的，因为他在我做不同的动作的时候光的变化被他拍出来，你看这个时候有点隐形了，看见没有啊，就不太能够看到老师的。他这是在翁字的那个墙场发生佛的作用下的时候，光上面他基本处于一个隐形的状态啊，这是在把手机倒一下，倒着不同的角度拍啊，你看它有不同的光从不同的位置出来，那个就是翁阿訇三字的变化啊，三字的变化它不是说停留在一种，停留在一种它就是阳光的变化啊，或者是怎么样，它你看它底下的圆跟顶上的圆它有不同的那种，它是球形的啊，不是一个光环形的，它的变化啊，那这个是我当时为了什么，我说你们以为是自然光，那我让它变化一下给你们看一下，一点掌声没有，真是没有悟性。 OK， 不是为了吹啊，你们的师父不是说为了吹说他一定练，我还是我，看见没有，还是一堆肉，也不长得咋漂亮，也没长得像你们美女似的花一样的美，我还是这个熊样子，但是里面它变了啊，里面它变，它完全这个一个五脏六腑完全清纯到一个程度。为什么我去过这个加拿大？我从去了温哥华，我这次带队去是第三次，就在这么短短的几个，我发现那个确实是宝，宝在什么程度？就是你只要到那个地方，你就把开关一调，调到什么？最好调到白痴，什么都不知道。啊，是最好的状态，就是无我无人，就是一场空。然后这一条以后，那个场是一个什么场呢？它是一个先天场。什么叫先天场？后天场是耗散的，就是我们现在出的是一个后天八卦场。之前我讲课讲到了，先天是一个自然六合体，它是有天是乾坤坎离震巽对艮，所以是那么先天场是一个六合场。它是一个放光，就是你只要进去它里面已经是一个光场了，已经是到处都是光的一个场了。那后天是什么？后天是这个先天场，它在降落到地球的时候，从天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咔啦跌碎了，就是把这个六合体跌成了一个什么，跌成了一个八卦体。这个我在前面的先天风水课中给大家曾经讲过，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四正结构的，天地砸在一块以后变成一个四正结构，但是它还有四个边是没有东西的，说是就变成四偶跟四鸡，鸡就是阳性的，偶就是阴性的。所以说你们现在所人类所出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什么，后天耗散场，也就是说把先天的光转变成后天物质的这么一个世界的一个格局中，所有的城市格局大部分都按照后天八卦场建的。但这个后天八卦场它对我们的生命能灵光它是耗散败散减弱的，所以如何去寻找一个先天场，先天场就是重新把这个散的这个六合再变成一个散的六合变成一个立体六合，并且要变成一个金刚不坏的。那地球上有没有一个地方存在着一种先天场，就是说没有往后天转变的，它的诀窍在哪里呢？这个是人家在埃及犹太人啊，就现在天主教基督教的东西，他也是画了一个六合立方体啊，也是这个是来自摩西五经。我为什么喜欢拿这些东西对比？我让破除你们的迷信，说我信佛就了不得，你信佛白打，你搞迷信，佛在你心头，佛在你头顶。刚才有人分享，哦，这什么东西老在我头上坐着，哎，一看看不清楚，像个佛又像个菩萨，看不清楚。 OK， 他那个时候他是觉知，这个不是说你想象说，哎，因为我信佛我观一个佛在这儿，
那你就变成迷信了，变成想象了。而是他出来，你觉知有个东西老在头顶，但是又关不清楚啊。终于有一天被你关到了，哦，原来是一个莲花上面一尊佛啊，一尊佛。那你跟这尊佛的缘分就很深，那这个就是正信。我之前讲到迷信、正信、真信啊，要最后要到真信这个人，真信就是要见实相，万法实相，光即是光，对不对啊？那它就不是假的。有的人说这是不是特效？我们还没来几节特效呢，我们刚飞回来啊，这个制作工具都在这儿，还没来得及特效呢。我跟你讲，这是现场拍的。什么叫特效？特效是过半年，特效师一笔笔画，啊，再拼出图来，啊，才有特效。这个并且是不是一个人拍出一个人，那么都在那个这个群里面，你们去看多少人拍出的采光，啊，所以是大家要重视这个什么科学性。那么这个是一个先天八卦格局，也就是乾坤。乾坤它就是这个六合体的上面的天花板跟地板，然后坎离定南北，震巽定东西啊，所以是这样就形成一个六合。那么对艮是一个游魂卦，对为吸纳，为艮为止藏，艮就是大山的意思。所以是在地球上存在着八门，就是按奇门遁甲分八门，实际上它对正八卦。那么南北东西，南龙在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金马伦，北龙在高加索山，在这个俄罗斯啊。然后东龙从这个中国的大陆往东延伸，吐住在日本富士山，我们去采过。然后西龙顺阿尔卑斯山往西走，然后吐住在希腊啊，然后再往西北，然后是达到了这个到了这个英国啊，英国伦敦啊。那么那个珠我们也采过了。西南龙是在埃及啊，在尼罗河这个沿流下来的，吐住在埃及。埃及为死门啊，我们这个新加坡为景门。景门就是说好看不好用啊，懂不懂？就是好看，但是我们很辛苦，对吧？不好用。那么这个香港为东南龙，是包括吐住在台湾啊。那么东南龙它是一个渡门，渡劫的渡，要渡塞，塞住，塞住不漏啊。就是你那个地方是个漏的，所以叫渔网之都。他去了香港，每一个人都住鸟笼子啊。为什么？小小的房子啊。这你们住都是大部分平均都是上千方尺的，在新加坡，他呢就五六百方尺，就那么个小鸽子房子，啊，把床往里一放，啥都没有了。就我去给几个，家调风水都这样，但是欲望极其强烈，赚钱赚钱，发财发财，每个人都不得了了，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想着赚钱，欲望极其昌盛之都，大漏耗散你生命光，最厉害的眼。就是在这个东南龙啊，以前的亚洲四小龙里面，就是台湾跟香港两个地方是人类欲望最强烈、最昌盛的地方啊。所以是那么东北龙在哪里？说东北龙，我寻到的时候发现它就在温哥华，小城市不大啊，截住在温哥华。往上一寻，它的源头在班夫，再往上走到。罗布森山，这一路走下来，走到班夫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东北龙的场叫东北为艮，西南为兑，兑为死门，也就是说，你的开口，口开了以后要吸纳，你现在口开了以后不吸纳，反倒漏，反倒往外出，就变成死门了，所以是你如果把它变成对口为吸纳。西穿过喜马拉雅山中心山脉，然后往东北走到艮止藏的地方，就是东北，就是在这个落基山啊，就是我们这次去的这个罗布森山为主峰的整个这个它沿岸两个一个大峡谷，一路把气送到了这个温哥华
那这个地方呢，居然在班夫，我们发现了先天场。这个先天场跟后天场它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大家都会念一个口诀，就是后面是玄武，前面是朱雀，左面是青龙，右面是白虎。这是什么场？这是后天场。就是我们现在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神。神仙佛他没有生成人这个光团之后，这一球东西之后，之前它是一个先天场，生了你这个球以后啊，所以是以前这个大家看《西游记》，哪吒是一个肉球里出来的，你是不是肉球里出来的？说我不是，我是娘生出来。你娘生你之前是不是个大肉球？啊，你还以为你不是肉球，你还是长得胳膊腿儿，对不对？你从一个点儿开始，精跟卵结合一个点儿开始，最后长一个肉球，最后从子宫出来才分四肢，在母亲胎里你就是个肉球，你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所以是我们这个天地造我们的时候是造的后天的你，你现在都是后天的你，所以后天的格局，前有朱雀，后玄武，左有青龙，右白虎。如果先天格，这是后天，后天跟先天是反的，说怎么用？说是左面是白虎，右面是青龙，前面是玄武，后面是朱雀。结果去班夫一看，我的天哪，在那儿啊！人家前面是玄武，后面是朱雀，左面是白虎，右面是青龙，反的倒反的他的场啊，他的玄武湖在前面，在城镇的前面，小镇的前面。朱雀山在城镇的后面，啊，三叉水一隔，然后一抱，接了一个班夫山，啊，班夫山这个名字不是你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有人说，哎，老师，这是英文名字，你这个是牵强附会。他今天写成班夫，啊，班夫。他的秘诀在哪里呢？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你们经常打胜仗以后有个成语叫班师回什么？回朝。啊。所以是班师回朝，班。啊。班就是返回的意思嘛。啊，列队返回的意思叫班。啊，班师回朝。夫是什么？夫你如果学点佛法的知识都叫大丈夫。调御丈夫。啊，调御丈夫。说调御丈夫是佛的称号，是已经出了六道轮回的人的称号，啊，所以是那么他还有一个字是辅，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五八仙你要圆满，也是什么辅呢？它叫五辅临门，啊，五辅，所以是在我们中国用五辅，它是用蝙蝠，啊，它是用这个虫子这个辅来代表的，啊。这是班夫，从音译上来讲，班师回朝是他的意思。还有位列仙班啊，你们学过师资课的时候有一个口诀，这个有一个接骨口诀啊，一个咒上去，你要把自己神化啊，本尊法相应以后，要念口诀的时候要位列仙班，就是你已经不是人了，你的地位已经。在天界时空场中已经有位置了啊，位列仙班，你已经达到菩萨果了，这个大罗金仙了，在上面又给你封神了，所以说它叫位列仙班，所以班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班夫是谁起的名字呢？是中文名字啊。从历史上记载，这个印第安人到了这个现在的土著的美洲人是印第安人移过去的，就是不是印第安，现在他们外国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印第安人啊。但实际上印第安人是从哪里来的？说印第安人在上一个人纪冰河纪之前，我们的这个北极圈有一段海峡，那个时候海水没这么多，然后很浅，露出了大陆架，所以是这个北美洲这个大陆跟中国大陆是连在一起，亚洲大陆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是从中国
这个中原地带有一群人顺着这个大陆架移民到了什么，走过了这个北美洲，到了美洲，然后从美洲再往南去，说是留下了印第安文明跟南方的这个你们现在知道的玛雅文明，这都是中国这个中原地区分散过去的文明的辐射带。那么这个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印第安文明，因为我去他的博物馆拍了大量的图片，告你才知道什么九品莲花怎么怎么回事，人家都用那个神怎么怎么炼，一层一层的用那个一个大木头给刻出来了啊。你看他这是什么万神朝礼怎么怎么朝的啊，这里面全都是搞这些东西的，现在人都把他什么当艺术当什么不珍惜，实际上那都是一个真正修炼古代的圣者修炼用的。也就是说大家首先要重视，我们根本就不是古人延续今天的，我们是第五人纪的人。第五人纪在前面有四个人纪都哪去了，都毁灭了。说人来是不是要做人的，你不要觉得做人挺好的，人来是不根本就不是做人的。人来要干什么？所以说我们叫神州大地，你来你就是要完成进化的生命进化，在这生命形式太低了，你要变成一种高级生命体。既然你是个球，你是一团光，你能否把你身上的带着黑的那些东西通通给释放掉，而通通把它变成光，都变成光点，变成多少个光点呢？今天科学家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人体是由一个真核细胞组成的，那人体的真核细胞有多少个呢？啊，一兆是亿，这个兆是亿，亿，因为到了亿就没办法再加了，亿懂不懂啊？你们学英文的可能不太懂这个。这个亿怎么来？给你们算数学啊，要给你们补课，什么都要补，不然这个亿是个什么概念？你们只有什么one million 是吧？一百万，他这个是百万啊，你们是 one 对不对啊？然后千万再乘以十，乘以十等于千万。啊，这个你们会乘了吧？千万再乘以十，等于亿，会了吗？啊，是不是？然后一亿、两亿、三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到一万亿以后，在上面是亿亿，亿亿就是兆，十个兆。所以我们体内有多少真核细胞啊？说是你怎么去数去？所以是佛陀用的一个词叫无量，是吧？现在以前没有计算机啦，现在你用计算机啪啪啪一算出来一大堆数字，以前是要算盘珠子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算，那个算盘你要多长啊？没办法打了，真是无量。那无量是有数的，今天准确的是十兆啊，十兆个真核细胞，每一个真核细胞里面又有什么东西呢？说为什么要大家把佛法的东西真的东西弄出来，不是让你们简单的迷信一个什么人，或者迷信一个法门，或者迷信一种宗教，你们要把这个东西破了。因为我们现在到高科技时代了，当然你到破了以后你才发现那些成就者人家根本就没死，那你如果得到这些成就者的帮助你会更快，也就是你自己是个小铁钉，你想有磁，你自己慢慢生磁出来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东西，我干脆我是铁钉对不对，我干脆到那个磁场里去，我就抱着那个磁铁不放了，这是个磁铁，我小铁钉帮就摘上去了，粘住你我不放了，粘了一段时间，这个铁钉拿出去有怎么样，也变成磁场了，磁化了，完全透到里面都是磁了，你把铁钉切成小块它都有磁了，那就透到里，不是外面沾了一点磁。
刚进磁场的时候你是被沾了一点磁，你到一个时候完全被磁化到你跟磁场一样有力了，那你就建立磁场了，你自己就有磁场了，就有磁力了，就有吸引力、号召力、影响力了。所以说这些大菩萨、这些大佛门，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已经建立了磁场的人，建立了生命常态的人。他随时可以把一个地方、一个空地变成一个道场，啊，叫随处解祥云。诸佛菩萨他不需要是有一个道场，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一开场都可以变成道场。所以说大家要重视这个修炼的秘密，就是使自己的十兆啊十亿亿的细胞、真核细胞都放光。怎么去放光呢？这个所有的细胞里面有一个密码，讲课都给大家讲了，是什么呢？不错，你们都是现代高中生。因为在我那个年龄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 DNA 这个概念，这是现代的高中生普及课都讲了，叫 DNA。DNA 中间有一个光属，这个现代生物课他就没办法讲了，因为他只是看到碱基配对，他没讲到这里面有一个真光。阿尔卑斯山，不是阿尔卑斯山，这个东北龙落基山脉下来，龙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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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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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形成的真光，这个延绵了1000多公里啊！一般的一个龙虎抱在一块已经不得了了，这个地方又往下走，又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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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束光延绵了1000公里啊！你到哪去找？你到哪去找？在这种场中走一圈，你体内的 DNA 怎么样？你 DNA 就是这样嘛。然后你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坐飞机，我们一定要自驾？自驾是走到点的时候我可以停，我否则让84级老顶老顶，那不知道给他多少小费了。你们知道这些洋人是要这个的啊，不然这什么道理啊？我是开车的，你听我的，你不就从这儿到那儿吗？说是不坐飞机，陆地行，然后走过来，目的是什么？龙虎放光，然后刺激你的 DNA 放光，说每一个回来电特别足，就是这个原因。没有这种场，我们走过很多龙啊，有，你看我们的这个金马伦这个龙上去已经五脏都全了，唯有东北龙相当不得了，它对着基因，使你的基因通通放光，通通放光。然后你的真核细胞里面，每一个细胞里面有多长的基因链条呢？ 1.7 公尺。每一个这个细胞把它展开以后有 1.7 公尺，什么概念？这 cm 是多少？公尺等于多少 cm？ 一公尺啊，1700公尺，1700 cm 是吧？170，你们算啊，因为我对公尺没概念，你们不要害我。170对吧？170什么概念？他站起来差不多就是1.7米，所以你的基因链条有多长？一个细胞啊，一个真核细胞里面就有这样的链条是 1.7 啊。那这里面要么镶嵌着光，要么镶嵌着什么？黑子。如果真核细胞里面每一个细胞都放光了，那你的黑子必须全部出去，否则这种黑子对你这个阴跟阳的放光就有阻碍。也就是现代科学告诉我们，
这个阴跟阳才放光，一个 阳电子一个阴电子在一块放成真光，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被一个体所圆起来，这就是道，这就是古代所说的道。所以说我在讲课不允许你们搞迷信，什么道教什么宗教，这些宗教很好，它做了很大的工作，它保存了这些东西，但是不是为宗教而宗教，说我信这个东西，你信，你信你要真信，不要迷信，不要停留在似信非信，你要知道你追求的是那个光，所有的佛菩萨就是那个光，就是成就了光允身，也就是他这一球东西都变成光了，这一球东西都变成光，必须把体内的十兆的这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变成光，它才能完全变成红光身、红化身，最后就要走一道光就走了，什么都不留下。有的师父走的时候留了一点指甲盖，留了一点头发，有的人说留着纪念，才不是，因为那个部分没有光化，差了一点，因为他对这个现代高科技的核聚变跟核裂变道理他不懂。现在在人类有一种很恐怖的东西叫原子弹，大家都怕那个玩意儿，所以广岛投下一个原子弹，整个城市全部都不见了。他用的就是一个核聚变啊，核裂变原理，就是把东西压到一个小点上，然后砰，瞬间爆炸。那么这个核聚变原理还比核裂变原理差很多。如果核裂变它研究成功了，一颗原子弹地球就不见了。所以是我们修行者是研究核裂变的啊，是不能够完全核聚变。所以是普贤王如来的三字真言嗡阿哄就是秘密在其中的。所以你参到了进去，达到了他的普贤王的频道，你怎么进去？你非得通过他的十大愿望进去。也就普贤王的十大愿必须是你的愿，你都跟他一一的合了，一愿合，二愿合，三愿合，所有的愿合了，他的愿就是你的愿，砰，你就进去了。进去从核聚变到核裂变，最后到大圆满，通通就完成了，通通就完成。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高科学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释迦牟尼老人家传给我们的全是生命实相、宇宙实相，是科学。你不要停留在你是这么个人，我长这个样子，你已经是不配学佛法的人了。记住老师说，你就是一球，你没什么了不起，你是一球东西，你是一团东西，你这里面是光还是黑子，是黑了吧唧的还是里面都是真光，就这么简单。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这个黑子释放掉，用其光复归其明。所以说你非得要有光进来激活它，所以说这种光怎么去激活它，你凭自己练，眼观鼻，鼻观心，行不行？行，无始劫你就成吧。这叫渐修法。顿修法呢，你必须从心法中走，然后去突破，这是其一，就是你必须把自己的大悲心、这个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自己再看成一个长得不错的人。记住，你就跟老师一样是个球啊，你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个球来想。为什么？宇宙就是个球，地球就是个球，你这个球里面装了什么？说再不要去看自己长得多漂亮，再漂亮也是个球啊，没什么了不起，肉球嘛。说是你的肉球里面的光如何，这是很关键的。说如何把这个肉球里面的这个光，十兆的这个细胞，正核细胞的核发生核聚变，最后到核裂变，完全变成无量光，那你必须找方法。这个方法一个是靠自己的自力，有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十大愿王、普贤十大愿王啊。那刚才有人提到他这次变化，他为什么变化进去？他练菩提心，他练随喜，这是窍诀啊！你必须要用菩提心，你去走这个东北龙，那就不得了。你不是为自己来的，
你为众生都得到光化，把所有的众生都度了，自己化成无量的小我，然后到很多的诸佛菩萨的世界中，化多少个我？十兆个我。你要数数字，十兆个，慢慢数吧。所以是为什么佛法只能告诉无量个我？你有多大的想象力，你就去想象多大。所以今天科学测出来，我们的细胞是十兆个，十兆个真核细胞。你都要把它化成，在宇宙虚空中一一对应，然后都放成光。所以是这是菩提心才能做的事儿，这是七支供才能做的事儿。说为什么让大家把180天的这个修法要圆满起来，一定要重视。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去了东北龙是有收获，收获不大。如果去了，通过这个一层一层的大山，把你这个整个的细胞啊，里面的真核细胞，里面的1.7米高的这样的长的碱基配对通通放光，通通把里面的这个镶嵌的黑色因子释放出来，这是关键的。就借这个地利，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我们从2012年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冬至日开始整个人类开始苏醒了，苏醒了是自己的灵，灵就是一个球啊，就是一个圆球啊。古人写灵就是这个无极啊，从道门它不就成为无极，就是一个球吗？你不要看着是那个，它就像阿兹水晶球一样，它就是一个透明的球，什么都没有，里面从那里面画出的无中生出的万有，生出一个点儿，真空能量。讲课讲到一个点儿生成两个点儿，阴阳，阴阳碰撞，三生万物，产生了能量，能量产生物质，职能互换，才有了这样的物质世界。如果没有能量，没有物质。有能量，有多少能量转换多少物质，职能守恒，都被科学家发现了，但是他们没用在自己的生命解脱上面。现在物理科学家发现了量子科学、量子意识，这个量子的波动，它没有应用在生命的改造上面，但是古代的圣贤也发现了，它是用在自己把自己变成无量光上面，生命的解脱上面，而不是拥有了更多的财富、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社会地位，没有用。他发现那个东西没有用，因为是你一个球的话，你要那个东西没有用。说是打破自己的这个相，不要再具象为自己是个人的相，你要具象自己是一个球，一团光的相，去求这个光的圆满。所以说佛菩萨的脑袋是个圆球的，胸腔是个圆球的，下腹腔也是个圆球的，最后整个身体是个大圆球的，这是头光、胸光、腹光啊。然后最后连的骨都要化。说是在这个落基山，他的书生在哪里？就是去炼骨入髓，使骨里面、是髓里面的黑子都能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在整个的这个山的环抱的所有的场中，特别是一些跟兜率天接的，因为他把那个法界场也下来了，不光是天啊、哦，法界是什么？法界是太阳系、银河系、超银河系，最后到141年宇宙眼、宇宙点，再超出去就是法界。所以法界能量通过中脉灌出来啊，通过一个修道者中脉完全通畅的人灌下来，那法界光加上银河系的、太阳系的啊，下到这个所有的天的东西下来，再加地的这种格局的成结，再加诸佛菩萨的光的加持，哇，这种场就你们看到的刚才的光，它就自然的显现了，显现了。那你在这种场中，就是等于是说你抱住磁铁了啊，抱住磁铁了，啊，说有几个人最后练完了不肯走，跪在那儿起不来。我说起来吧，起不来。他说不行啊，起不来，被吸住了，啊，他是不懂那个道理，他是小铁钉，他身上有磁了，他跟你同频了，然后他就被你的场吸住了，啊，飞的时候我一抖，好，场一破，好了，你起来，他就起来了，啊，否则他还起不来，那个场还在，定住了。
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科学。大家不要再说是一个人怎么用，没有用。老师练到什么程度跟你真的没有关系，是你要练到什么程度，这是最主要的。因为一个师傅领进门是要学生都考上大学，这个是我一再强调的东西。不要去吹老师说我的老师已经到什么水平了，没有用。你出去只能羞辱自己，人家说你老师都练那个程度，你咋还这个熊样，是不是？你只能被羞辱，说你有那么好的老师，你怎么不好好修炼？不要吹老师，吹你自己。你自己要练什么程度？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改变了，脾气改变了，道德水准提升了，做人的风范提升了，然后跟人不争了，与人为善了，大悲心出来了，什么人都开始平等心对待他们，平等心出来了，这些才是重要的。那你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的一个磁场，说是在天时地利上面，天时2012年冬至日之后已经到来。特别是我们在埃及解了那个这个魔戒下在人类的这个身上的魔咒之后，发现了全球整个的意识都在转变，灵性的追求急需，但是我们没有师资。我很惭愧的就是晚培养你们三年。如果再早三年前，可能五六年已经有一些人能够出点成绩了。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辛苦，因为我晚了三年传道。这个结果这个这几年就赶紧要把前面三年的东西补回来。要把这个完成了。所以希望你们这个什么这个不要错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你们差在哪里？差在人和上面。天时已经有了，地利已经有了，已经给你们找到，因为这个梗为止藏，也就是说我们人类还有希望。整个就是在东北的这个从温哥华往上一直到罗辑山脉的这个秘密的全是先天场，那这个没有破，如果这个场破了，人类没有希望了。所以是整个的在早在5000年甚至7000年前的埃及法老们，他们知道了这个秘密。所以我们在路易斯湖那个地方停留时间很长，为什么？那个山呢，拍到了很多埃及法老的样子的岩石。埃及大家你们有中间没去过的有听过一个课程的啊，那么实际上网搜埃及法老长什么样你们也都可以看到。那么后来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发现，他们原来是在最早的时候第二人纪开始他们就有在那边的。第二人纪就是我们每一次人纪有的是人类，有一个人纪是我们人类造的武器太厉害了，把这个引动了这个地球上的场性大变以后变得寒天地冻，就是整个的尘埃都起来以后，就像核战争，如果现在各个国家打核战争全部发起来以后，我们的这个地球的这个尘埃啊上去天空以后就是遮天蔽日，那基本上一个月之内太阳昏昏暗暗不见太阳，那这一个月不见太阳什么概念？这整个大地都结冰了，植物都去冻死了，植物一冻死，动物还怎么生存？你以这个植物为食，动物为食的人类怎么生存？所以有的人说我提前储备，那都被核污染了，你吃进去你也是要死的。你储存了也是被污染的，你根本没办法生存。为什么？你除非你不通风，说我在一个地方不通风，说你必须练胎息还有辟谷功。这两个功夫会了你就可以生存下来。否则你一定是被这个自己毁灭自己。所以是我们在那个地方，这个我们这个人迹是天灾，是当时一个小行星撞击地球以后形成这个尘埃飞起。尘埃飞起以后屏蔽了整个太阳，所以是进入了冰河纪。冰河纪大量的这个生命死亡，人类死亡。所以是那些各民族懂得修炼术的人然后生存下来了。成为这个新的人类始祖。那么这个从中国的这个记载中，我们这个人记的伏羲氏跟女娲氏，伏羲女娲是我们的始祖，也就是他们通过辟谷这个胎息，就在那个期间不呼吸不吃东西，然后最后出定以后在
出去开了山洞以后，把山洞密封，这所有的这些尘埃不能进来，进来你的肺一呼吸就完蛋了，你不能喘气的在里面啊，你还要不能吃东西的，就是一定要通过辟谷啊，那么进入这个婴儿眠，那这个时间还不能短，那么要一两个月甚至半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如果在现场看的，这个就是法老的帽子，有没有？你看，这是他的眼睛鼻子，然后那么啊，在这个切这个脸比较容易看到，这个脸看到了吗？鼻子、眼睛、嘴巴，这上面是他的那个帽子，埃及法老的帽子，实际不是一个，这整个是很多种。那这些法老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待着呢？就是修行啊。你们要重视，人有一个灵，灵里面有三魂，就是有天魂、有地魂，还有一个人魂。所以他们用特殊的药物使自己风干成木乃伊，目的是保留他的幽精这一魂，不损、不丢失，因为丢失的灵光在圆满的时候是有障碍的，它不能圆满。所以是那么天魂跟地魂，它是要转世的。啊，天魂地魂转世，是不是？但是他们已经学会了牵使法，就在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天魂地魂用特殊的修炼法固在灵上面，不去转世，就是天魂不会回天，地魂不去找阎王爷，然后他就用这个方法固住了。固住了以后，他又不愿再做人。所以当我在山上讲这堂课的时候，有的人说：“老师，做人多好，做人因为可以找师父修炼。”你们现在看72亿人，就你们一群傻瓜跟着修炼，做人多么不好，多么糟糕，这个比例数，修炼比例数太少了，真修实干者太少了，72亿人啊，什么数字？现在真实修炼的有没有到7200万啊？数一数，我们现在还没到720个人啊，剩的都是挂名的，很多啊，因为我们现在教学才教了600个，还有一半不干了的。啊，所以是才300来个人。多么做人多么糟糕，你想。所以这些法老人家当时发现了这个，接下去的几千年人类开始堕落，欲望横生。他们如果不小心堕在人的这个生命链里面，十分的糟糕。所以人家用特殊的方法戳住自己的灵，跑到了顺着地脉，这个是东北对西南，顺着地脉上到这个路易斯湖，在班夫的上面的一个穴场里面啊，在这个山里面化成山石啊，化成山石不是一个哦，啊，数不过来呀，很多 啊，在等什么？在等这个人迹，我们这群人修道者来帮他们一下，因为他们的法力有一些是直接到罗伯森山，罗伯森山那边有一个通道直接往上，就像我们人体中脉有个通道上去以后直接到兜率天，兜率天。说大家不要有宗教的概念，有的人说老师去兜率天是佛啊，啊，兜率天怎么就是佛了？兜率天是欲界四重天，我们的天是现在我们人是欲界众生，上面是四大天王，所以他们在随着我的那个引导上去这个天的时候，经过四大天王天的时候，他们观到四大天王，还有四大天王众，再往上你才能经过到了这个倒立天啊，倒立天是欲界二重天，就是喜马拉雅山顶。那么整个的罗伯森山它的高度刚好将近4000米，3900多。那在以前的课程中我教过，就是地阶一尺天阶一尺，地高一米天阶一米，所以是地高4000米天阶4000米，所以它上面就是8000米的高空，它的场性连接就8000，从这个倒立天再上去是夜毛天，出太阳系了。为什么不出太阳系？有什么日有黑天白夜，因为你在太阳系这个转向太阳，你就是白天，背离太阳，你转的快慢是一回事，但是一定有什么晚上。但是只有出了太阳系到银河系，
就不受太阳的影响了，就恒久光明了。说夜摩天是永远只有白天没有晚上的，说出了太阳系了，那在银河系。那么从夜摩天再上去有一个天叫兜率天啊，兜率天，兜率天是欲界第四重天，没有出欲界，欲界总共上面还有六重，还有两重天，总共六重天。释迦牟尼没有骗大家，真的啊，真的可以上去的。通过什么上去？你要把中脉连通，中脉修通，跟这个落基山的罗布森山的这个主峰的中脉连通，你就可以上去，可以上去。上去兜率天里面有个内院，内院里有两个师傅，说我都没有讲，我提前没有跟他们讲，结果有一个人说，老师，他们分享的时候在山上有一天分享，他说怎么看到太上老君了，太上老君还给我了一种丹，帮吃了很大的丹，到我手里化成小的吃了，第二个又给了一个丹花吃了，第三个这个拿给我的时候就不能吃，帮从头顶给我放进去了啊。然后他说后来还有一个怎么在我的这个黄庭这个部位打开，砰一道光进去了，有个东西他不让我吃，他放到黄庭了啊。他把整个在上面太上老君给的四种丹都关到了。所以大家不要有宗教概念，什么弥勒内院就是佛教的啊。那佛教如果这样说，他就是有我，是大我大私，只有佛教徒才可以上去胡说八道。弥勒菩萨是将来负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变净土的一尊师父，那么他要主掌这个事儿，所以是他一定不做希特勒，他不会毁灭其他的种族，不会毁灭其他的宗教。所以他的愿望就是所有的圣者的愿望都是他的愿望，他会帮助所有的圣者完成未完成的事业，接度所有的圣者的子孙，这个还有他们的修炼者，借他的通道到他那歇歇脚，他派人送你去你应该去的世界。说兜率陀天是一个什么天？他是弥勒菩萨将来主场，要人间变娑婆世界，就是娑婆世界都变净土，我们在这个世界不用走，你将来也可以在这个世界成佛，都变净土了。那都变净土了，他不是来毁灭其他的宗教，把其他的宗教信徒都搞成信佛，不是，他是借他的天，在欲界四重，啊，你世间法都可以圆满，因为欲界四重天，那么兜率天的天人的福气很大，啊，他已经到了第二重天，兜率天福气都很大了，啊，三重天夜摩天更是无量光明，那也是福气很大了。你到四重天的欲界天，那福气很大。它分内院外院，什么道理？就像我们新加坡啊，是个城市，但是城市里有寺院，进去那个寺院它就是内院，进去它的那个宫殿就是内院，外面就是什么街市，都化的繁华的城市。所以你们进去观音庙就会叩头，对不对？四马路出来观音庙就到外院了，就又变成凡夫了，就这么个概念。他带着呢去外面的都市很繁华，啊，有的人还迷，不愿意进去内院，啊，好在灵被牵扯着，最后都拉进去了，啊，所以是这个是什么？兜率陀天弥勒内院，还有太上老君的八景神宫负责接引，是全人类的，不是只是以某一个种族哪一个民族的，啊，他们两个师父是负责着。一个是守一法，一个是金丹法的两个传承的，啊，守一法就是大圆满法，啊，就无上圆满的这个心法的部分，啊，那么金丹法就是你必须要用这些立方体一样的这些颗粒，把自己的体内都要炼成光，每一个细胞真核都要放成光，这个都是必须物质的核心变化。要在于物，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就完成。你光有守一法，你是心有菩提心了，你要普度大众了，你成不了。为什么？你的物质变不了，物质的变化非得把这个真核细胞里面的黑子，一米七高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黑子通通释放掉，一个就有一米七高。你想你有多少？
有多少个碱基配对，有多少个光在里面。所以大家要重视这次落基山的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程啊。为什么每一个人变化那么大啊？那么就是连这些埃及法老们他们都在这个山脉等啊，等。所以说我们的学员去了以后，打开时空场，借着我的中脉送了一程，又把他送到落基山，因为他只有到了落基山那个高度，海拔3900多，他才能再上去啊，再上去这个倒立天，在倒立天他的功德够的再上去夜摩天，功德再够的才进兜率天那院，否则他只能在下面待。所以说为什么叫九品莲台，所以说我们的将来修炼的时候到了一个层次，你自己修炼，这个是全息我们的宇宙到底有多少层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一个九品莲台的一个结构，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所以是它展开的都是平台。你们学过佛经的人知道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九品莲台啊，九品莲台，每一个莲台里面都有一个光珠，光中里面是一个宫殿啊，你可以叫它一个世界啊，不要把它变成虚假的东西。我画出来像什么？像脊椎骨，你们真聪明。我们人有24节脊椎，实际上不是24节，下面还有什么骶骨一块，尾椎三块啊，这是骶骨一块，然后尾椎三块啊。那么实际上骶骨上面又分什么四个部分，它是四对骶孔啊，所以是把它加上四啊，24、28啊，加上那个31啊，31从这儿再上去，然后就到了什么？到了最后的你这个颈椎最上一层了吧？颈椎最上一层上去以后，还有一个颅脑腔一层，还有一个头顶一层，最后是多少？33天，你们如果不把脊椎骨的业力释放出来，你不要想你能够到一真法界，这就是秘密。所以是这个总共27的时候，是由三个九组成的，39等于27，有没有？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对应着27节，所以大家要知道它的科学性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它对着中脉的大的，不要把它再分解，颅脑腔三个莲花台啊，胸腔三个莲花台，下腹腔三个莲花台，就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练完了啊，练完了。所以在中脉结构上是摆着9个平台，9朵莲花啊。你如果能够上到上品三品，每一品上中下三品，它都分着什么东西？上有上中下，中有什么？上中下，下有什么？上中下。所以它在中脉上，也就是腹腔三个点，胸腔三个点，颅脑腔三个点啊。腹腔三个点，来，第一个点是什么？有没有我的学生会阴？ OK， 很好。第二个点阴桥。第三个点啊，肚脐后面的脐轮，对不对？啊，好，中丹田，
胸腔，中丹田是在胸隔膜上面的三个点，来，心轮、喉轮，还有一个点，它的这个是喉轮，这个是心轮，这是穹隆隔膜顶上的那一点，啊，顶上有一个点 ，OK。然后上面的到了喉轮，到了喉轮这个地方，注意在这儿有没有出十二重楼？有没有？有没有？在这儿喉轮是，它是在这个胸的顶，胸的顶它是属于下丹，是中丹田的，所以是喉出来了，喉是下面的。有个什么窍，有个什么穴，有个什么穴给你们点过，生死案，六道轮回的生死案是什么？哎呀，你们不知道我就画个零了，不告诉你们了。 OK， 这个是松果体，这个是头顶下面的，头骨下面的，这是松果体，这个是为什么要舌顶上颚？不是上颚，是下面的悬迎穴。悬迎为生死案，就是你是生能否不死？说最后的一步功夫要练的时候啊，这都说太远了啊，简单讲一下，要自舌尖顶，不是舌尖顶，是舌主中颚。啊，是整个一个舌头变成一根棍儿顶在上面的，然后下面咔一点顶上就封死了，中脉连通，啊，所以是这个整个的，这是九个关键的窍穴，在体内完成上中下三丹田，也是九品莲台。那将来它升出去的时候，从中脉升出去，那这个就对应着胸椎、颈椎，下面是腰椎部分，科学。那最后出去以后，在你顶上，最后这都成了，顶上才有三个，一个、两个、三个珠子，就是变成九品莲台，在头顶，这就因为莲台就是不死了嘛，啊，就形成了九个平台接引众生，啊，接引众生。说为什么有的人说他去下去地狱，下去地狱是打开地狱门，把下恶道的众生释放出来。才能接引他们，所以说大家要真修实证。说我在展开的时候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去见到了弥勒菩萨。那么见到弥勒菩萨的有三种人，一种是上去他跟弥勒菩萨是平起平坐的，这种叫达到一生补处佛的，叫上品上生，啊，上品上生，啊，在这个层次的，那他是跟弥勒菩萨是平级的。弥勒菩萨是什么？一生不处佛，他现在不是佛，所以是要称弥勒菩萨师尊，不要叫弥勒佛师尊。你要称他是佛，一定加一个当来下生弥勒佛，否则你就是在僭越，就是把他的号给改了，因为他现在还是菩萨果啊，一生不处佛的位置不是。所以是那么你上品上生，花开见佛悟无生，才开始跟直接跟弥勒菩萨平等，啊，平等对坐。上品中生的也见弥勒菩萨，啊，那基本上就是什么？这个时候上品中生的他就到弥勒菩萨一半啊，弥勒菩萨一半高啊，他还可以看见他。要上品下生的是基本上是还没有他的席高。啊，见到弥勒菩萨没有他的鞋高，啊，进他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水平了。中品的是见到是看到殿堂，因为他在外面进不去，看到那个宝殿里面坐着弥勒菩萨，因为他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天官弥勒。说老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的人就这个样子，有的人刚来学了不久他就进殿了，有的人这个不要。管跟老师时间长短，是你自己历史上的成就如何，还有你的灵性迷到什么程度，
染到什么程度？所以说你这个球里面的黑子太多，你沉重，你上不去。不是老师不让你上，有一个学生分享的时候还挺有意思，他说：“老师，我硬硬扯着你的衣服角上去。”这招暂时好用啊。所以是要把老师当个大磁铁，你是小铁钉，就是赖着你走哪儿，我就赖在你身边，我就不动弹，粘上你了啊！你这个磁铁跑到哪儿，我这个铁钉也要跟到哪儿。哎，这招有时好用，但最后不好用。最后你必须这个把自己也完全磁化完成，啊，变成无量光才行。所以是到了中品上升的，在殿堂外面看到了。到这个只能感应到了啊，在下面基本上也是靠感应的，到下面的是完全没有感应了。所以有的人说，老师不乐不乐了，啥也没有，那你要好好坚掉，业力深重，出离心没有，大悲心没有，菩提心没有的人啊，基本上属于下三界众生，下三界众生业力深重。你如果这一辈子不好好修炼，只有三恶道的去处。所以是我们要把三恶道众生释放出来，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也粘在下面。这个时候他们也在老师的这个九品莲台里面展现出来，他们在下面，在下面的平台。这个时候只能沾佛光。所以基本上你们再回去好好看，因为他们都放到网上了。你们仔细去看，那么老师在修炼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层次的，下面的就是这样的光了，啊，明白吗？他有头光、胸光跟下面，下面只能让大众，因为他不能够，也有老师的场是圆的，但是他们只能被光照，那他自己聚不成这个灵体呀。沉重聚不起来了，有没有灵？有，染得太重了，啊，所以是那么基本上是这种三层结构的这种体，然后把众生接上去，是这是科学，啊，我这一生来，我的第一个师父禅宗师父吕少侠师父，他当时就给了我一个点了我一句话，他说你要学科学，只有科学救佛教。将来佛教的这个释迦牟尼的人生实相、生命实相，要用佛科学语言去讲，要用科学方法修炼，应验了，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必须去宗教迷信化、个人迷信化，然后回到一个理性的、一个科学的头脑，利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把古代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心性方面，菩提心、出离心、这个大悲心，这个系统还有密法的里面的九种之巅系统化的一个修炼，那么还要结合着道家的炼丹术，把自己体内的光，所谓丹即光啊，丹字我基本上给你写，所以不要搞迷信，什么是丹啊，不要去搞迷信，这就是单字的写法啊，这就是单字，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气，上面是密封的，然后下面要加火，然后烧，左右光、天地光都要进去，四象放光，就是单，就是光点，就是明点，啊，要把这种明点加上 5% 的物质进去，然后才能结成实体的单，也就是玉单、这个金单、紫金大单。啊，那么最后还有一个立方体型的一个啊九成之巅的一个大圆满的丹啊，才能彻底的光化。所以这些大家要重视，今天的时代是把古代的科学的东西，圣者发现的科学的原理，科学化的去理解，科学化的去应用，没有让你们去信一个人、信一个群体、信一个，这是搞迷信。但是又话又说回来，迷信总比不信好，对不对？你们是从迷信开始的，拜鬼神怪、拜观音开始的，但是你到了一个时候，你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找到实相，啊，
所以我们才开了很多生命课程给大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这辈子赶紧成了，好不好？你别再只是停留在一个信信信啊，你信了无量劫了，你都没有成，很可惜啊。所以大家要重视，从埃及的这些师父们跑到这个山上，宁肯不做人，不做有生命有形体的众生，你们还是说做人多好，做人真不好，你这辈子真幸运，给自己一个掌声吧。哎，你真的很幸运，这辈子你是做了人了，你又找到师父，找到方法修炼了，找到科学的理论根据了啊，否则的话你无始劫的这种生死轮回你多可惜啊。啊，多可惜。所以是那么这次香港我也这个把自己的这几年的教学的东西厘清了一下，就是我们下一步分五级新生教练课程，新生新加坡的新。上次我也说了，大家担心我跑到班夫不回来了，我欠新加坡的。为什么？我这一辈子很多的实证都是在新加坡完成的，说是不能没有良心，所以是你们新加坡人有福啊，要好好学。因为这个新加坡人不成就我都觉得对不起啊，太好的福地了。说是我们叫新生啊，新生。我原来是想把课程体系定成生命科学，结果上网搜了一下，现在的生命科学都教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励志啊，什么怎么理财啊，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了。我这一个我说咱们都不能用，最后不能用这个，用重生又太难听啊，就好像基督教还是天主教的又有点往那儿靠了啊，算了，新加坡挺好的，新生啊，让你们重新啊，英语叫什么，上次是 reborn 啊，就是回娘胎重造一次，好不好啊？回哪个娘胎啊？回这个娘胎啊，回到光里面，不是回到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那就转世了啊，那就要死了，让你活着回去，活着回到这个球里面去，活着回到这个母体中，这种光中再造自己啊，这个是不同的地点啊，这是这个兜率陀天内院的通道啊，那这个是路易斯湖啊，这也是那个通道，这是路易斯湖拍到的啊，这个是这个在班夫小镇的那个虎穴啊，我们就得到虎穴虎子拍到的，不同的时间地点啊，不同的空间啊，那就告诉你都拍到了它的奥妙在哪里啊，所以老师说这个球你这个道理就懂了，所以是这个就是新生的关键，要入胎，胎是圆的，要入道胎，不是世俗之胎啊，要回去，这里面你看到的只是上面一半，地下的你没看到，它是这么一个道理，明白了吗？要画出来就是阴阳什么太极鱼了，看见没有，就是道了啊，就抓住那个眼。所以是我们新生教练，我是目的是因为师父们也急了，就是不能一个张卜生这么太累，也教不过来，说实在的，因为教练是要手把手的辅导，所以是我们把之前的课程体系重新打破啊，设成五级教练课程，你们中间很多已经是完成师资班就达到三级教练了啊，但是你们不称职，然后后面我们要进行不同教练级的课程的这个辅导啊，免费的，因为你们教了课程终身免费，让你们赚大了嘛，直到你必须成为教练，目的是什么，赶紧出来帮忙做事，把这个所有的人重新造一次，每一个人都要进行重新造一次，所以你们的任务也很重要，除了自己练，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子啊，我今天很高兴是来了很多小朋友，小朋友睡觉他是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的最好啊，所以是这个我们的任务很重，我们再不干真的没人干了，你们去网上任何一个搜
身心灵也好，什么也好，什么组织，宗教组织也好，能够把这个所有的宗教的精华，不是搞宗教，没有创立一个新的教派，而是以科学的生命科技的这个方法在教学的，只有咱们这一个组织。记住，身心灵的组织是很低的。为什么？你以为自己还有个身，还有个心，还有个灵，就是低级的，就是六道，六道里面轮回的课程。不要把它当成，哦，你老师也是身心灵，老师教的东西是让你变成没身没心没灵的，是不是？现在明白了？没有掌声啊，而你最后要变成球嘞，是不是？没有身没有心没有灵，最后变一个球，变成一个大光球走了，这大圆满了。所以他们是教你怎么利用这个身多捞钱，怎么用这个心调好了多来刀捞民啊，这身心灵他们在教这个，是教你做六道轮回因的。不要把我们的课程当成他们的课程。那么我们是吸取了宗教的精华，又不传宗教。反复强调，有一些人说，老师你是不是这次又搞这么什么佛教了，我说我不搞那个。但是我的师父他有这个宗教的，他是宗教界的，说我拥护他啊，拥护他，用他的这个方法全部都是他的。你看讲他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讲啊，就全部是讲师父的。啊，那么你们中间很多佛教徒通过大圆满这个接引好好去修炼，也能成就，也能成就。你是基督徒的，你用你的方法。哎，你是这个道教徒的，你用你的方法。但是不要走光拜拜的方法，没有用，那是迷信。一定要实证，把自己体内的光要练出来。那些方法是辅佐，比方说我们也拜拜，我们也清心消业，辅佐的方法。不是主心的方法，主心的就是你要把自己的细胞核赶紧光化了，真核都光化了，真细胞都光化了。所以说我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快，你跟什么方法相应，你跟埃及法相应，你练埃及的，你跟希腊法相应，练希腊的，你跟天主的基督的相应，练他的，你跟佛教的相应，你用佛教，你跟道教相应，练道的。说老师什么宗教都不信，好，跟着我什么宗教都信，就这样吗？这叫大圆满，圆是一切吗？什么？为什么不要信？因为他们都是传的正法，邪的我们不信，对不对？邪的我们知道，啊，但是我们要慈悲包容，也不能去伤害他们，也不要去动不动灰飞烟灭，动不动怎么样把人家给灭了、诛杀了，那些东西之前学过了，现在赶紧忏悔。灭了日巴大师，就是因为做太多的黑法了。真好使降冰雹，什么惩罚人啊！甚至我在调病的时候，你们中间很多人以前还是什么茅山术专门害人的那群人啊，学着道术道法拿来什么翻天覆地去害人的。这个佛法或者正法，记住四个字：恒顺众生，不伤害任何众生，不管他是狐狸精还是蛇精还是什么精，都不伤害他，都只讲教化度化，因为它也是灵，它也是生命中的预言，你不能去伤害它。说跟普通的这个我们真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是身不是心不是灵，我们对外只是为了让大家了解跟西方的身心灵相似，但是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相似。所以我们最后要无身无心无灵啊，什么都没了，进入空性放光明了，就大圆满了啊，借大圆满，这个为什么要世间法圆满、出世间法圆满？借这个名词用一下。所以这次这个有的人急了，这个一看照片哗哗哗回来以后，师父啊太后悔了，这不行啊，我们这个赶紧安排再去一次。本来今年是没有计划了，因为他到11月之后就开始下雪了。啊，所以是我们的时间点掐得刚刚好，这个时间不冷不热，那里的温度哦，晚上是盖棉被的，没有空调的，盖棉被的，才十几度，啊，很舒服，啊，白天出去最热二十五六度，啊，相当于我们在空调里这个温度二十五六度，啊，所以是挺好的，确实太殊胜了，啊，这一辈子你这个今年不去，这一辈子记住一定要去一次，啊，因为那个地方去了有几个好处，第一，你跻身想跻身成就。
晋升成就的这个帮助很大。第二个就是说，你去了那面，带你去兜率陀天的内院，有两个点可以直接跟这个罗伯森山的中脉连通，直接就上去了。那你活着就已经在兜率陀天的内院里挂了号了啊，死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去弥勒净土了啊，弥勒净土。我们在罗伯森山，就是在整个洛基山的源头找到的那个跟这个班夫小镇杰雀山一样的山，结果找到的时候，这个只是一块岩石，很小啊。那这块岩石到了班夫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小山丘。这个岩石最后到了温哥华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座大山了。这就是什么？就是从祖先下来一点东西，那么他到后面到这个我们叫先祖，就是这个高祖就是爷爷的爸爸啊，从高祖那个地方开始传点东西到爷爷那儿，顺着 DNA 啊传到爷爷那儿，然后爷爷呢再传到你爸那，你爸呢传到你这儿，最后还影响你的孙子。他基本上隔代影响最大，就是爷爷影响孙子是最大的啊，这个从地理学上是相当惊人的啊，相当惊人。那么从实际上运用上也是这样的。上次我在台湾，一个人他是挺大的官，叫县长嘛，一个县的县长。台湾他不是省市，他是县市，市才在县下面，这样的分数。一个县长被人陷害的是因为一个填土的工程。啊，被人陷害要坐十几年的牢，然后他找了很多这个师傅帮他解，最后那个案子还悬在那儿，随时都可能去坐牢。然后他通过这个我们的学生找到我以后，我这个查了一下，我说祖先的坟有问题，是爷爷的坟前面有塌陷。他们说不可能，我们每年就是去好几次啊。我说是不单爷爷的坟有塌陷，父亲的坟也有塌陷。他说那就带你去看吧。结果到他这个父亲的坟，他搞得很大的坟，结果前面因为流水把这个坟前面的这个平台冲垮了，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凹陷啊。我说还不是爸爸的为主的，是爷爷的，他刚好爷爷的坟在他上面啊，就是去看，就是结果塌陷就这么小，就这么大小一块塌陷，那个就是一大片塌陷，这边爷爷坟上就这么一个塌陷。所以如果爷爷的爸爸的坟还在，你去，他可能是这么大的一个老鼠洞或者什么一个塌陷，这个就是不得了。我们从实战中确实这样的，就是祖先留了一点缺陷，或者缺了一点德。到儿孙者，为什么我们后代很多的不顺？所以是要清九族之业，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视孝道开始推的这个九族祭祖、九族消业啊，这个系统，那么是推对了。因为九族推下来是500年的时间啊，500年的时间，那么它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所以是大家要重视这个全息性。什么叫全息因果？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一代缺德跟后代是没有关系的。以前说人现在法律负债不用子还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古代还有负债子还的这些规矩？它不是，它在你的 DNA 中全息携带的。在这个地理场中全息携带的。那它就是完全的直接是科学的。说古代他为什么要发明这个五种技术，医补心向善，也就是说你要帮助一个人彻底的再造自己的新生命，重新生一次，把自己的这个后天格完全转换成先天格再造一次，你一定要学会医补心向善五大类技术啊。这五大类技术，山是先学，就是生命改造的实证技术方法啊。这个以前的这个人，他为了
减少大家的这个心理的一些不平衡，所以是写成山人。所以是一般的得道成道的师父，他在得道的时候还不能叫山人，他在成道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仙了。所以是仙就是什么，把人写在这就是仙。大家知道的八仙呢、全真七子啊，这些都是神仙。神的层次很低，有天神、地神、鬼神、物灵神，神的层次很低，但是仙的层次是很高的，就是大罗金仙，基本上是菩萨啊，佛菩萨这个水平的啊，所以说它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古代为了人家不说他，说是山人自有什么妙计，山人你们不可以滥用的哦，你要成道才可以用哦，啊，否则的话你要滥用这个词的话遭天谴啊，哦，所以是这个不可以，现在什么什么自己加一个什么山人啊，他不懂这个山人的厉害，山人就是神仙的仙。大家来看这块岩石啊，那这块很小的一块岩石，这个形也像一个蝙蝠，跟那个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班夫山长得是一样的啊，但是在这个源头的这个罗布森山呢，就是这么一块小岩石。刚才比那个大山怎么比？这是什么？这是高祖山上面下来，就是爷爷的爸爸啊，爷爷爸爸的源头。那么他到了这个什么？到了有一个哥伦比亚高原，他就变成了大一点的一个小山丘。到班夫就变成刚才那么大了。到了整个温哥华最后的结穴地的话，因为从温哥华他要往西南方向走了，穿过海底这条龙到喜马拉雅山啊，走东北的那个大兴安岭，一直往这个中央的那个昆仑山走，从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穿过去到西南往这个埃及方向走啊，所以这是整个一个东北龙对西南龙。为什么称为龙？隐胎里真的有龙，肉眼看不到。那么它有天龙、地龙、火龙、水龙、风龙。那么在《孔雀明王经》里面把龙分为260多种龙啊，所以不是一种龙。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佛法无量誓愿学？有的人说我学一个就好了。那么如果我们当年没有跟《孔雀明王经》结缘，没有跟开生寺结缘，没有学会《孔雀明王咒》，我们要想撼龙是很难的。砍鱼学在传统中为什么只教砍鱼？砍者天道也，鱼者地道也，这是一个天一个地啊。通过天地要让它放光，在中间放光，把天气拉下来，地气上来，这就是道的结构。这个真人要达到能够把地气提升起来，天气拉下来，利益万物，放光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是古代称砍鱼，砍鱼不能代表太多的东西，所以古代人又起了一个名字叫撼龙术啊。撼是震撼人心的撼，撼动人心的撼。撼龙术是什么？就是你要能够驱动龙，龙要听你的话的啊。所以说我们整个从这个东北龙包括其他龙，我们只要撼动它的时候，你整个离开也好，在的时候整个的所有的山都会起来一朵云啊，只要是山它有灵气在，它一定会出来一朵云。并且这次相当殊胜，就是所有的云，我们在峡谷车队走嘛，所有的两边的龙山虎山出来的云的头都是朝向这个峡谷的啊，走到哪里都是朝向一层一层的朝向峡谷，特意让他们看了啊，车队走过的时候。那么我在春天去撼龙的时候，它这个不在山巅，它在山摇啊，就是我撼动龙以后，我往整个这个班夫走的时候，它全部在山摇，我们走到哪出到哪，走到哪出到哪，也都有录影记载。
他这个叫汉龙术。他你们中间有人如果想学这个汉龙术，想学这个砍鱼，他不是你们在书上学的那个什么阳宅风水、阴宅风水，什么八宅、什么悬空可比拟的，这是神仙学啊，神仙学。这个地方呢是在哥伦比亚高原，哥伦比亚高原这个冰原后面是冰雪，我们这是夏天去哦，大家看到后面的雪有多，这个冰有多厚了吗？说这是顶上都有雪，这是四季不化的，就是人类的水源地之一，跟喜马拉雅山一样，它是很多，它是海拔还不是很高啊，但是它这个雪化不完的啊，到秋天冬天又堆上了。然后那么它这块石头大家看到了，我们找到的穴中央点，这个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罗伯森山下的那块小石头，懂不懂啊？啊，跟它一样全息的，全息的啊，然后就变成这么大了啊，这个周围都是碎石，只有这一块石头没有碎。什么原因？因为我之前讲过万物皆有什么灵，灵的作用是起到什么作用？交合作用，叫德续之，说是不能缺德，缺德了就这个胶水就不粘了，就不能聚合了，就没有聚合力了。他古代人你缺什么都不要缺德，你缺心眼都不怕，缺心眼就是有点傻，懂不懂？哎，但是你千万别缺德啊，缺德的话你就是等于说胶合力没有了，这个德续之的这个凝聚力就没有了，那它就变成碎石了，就变成散的石头了。那么这块石头在这个碎石周围都是碎石的地方，居然有一块十分完整的这样的石头，那么它这形状也像这个班夫的班夫山啊，班夫山。所以是那么这个在这儿它这样这么大，也不是很大，一个小丘而已。它到了班夫山的时候就不得了了，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大的一个山了啊。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那块刚才看到小石头在这儿已经变成山，它有多大？你看这是房子就知道它有多大了啊，这是从高空拍的啊。所以大家刚才看了几个山啊，那么就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变化，整个的变化是告诉你什么？重视清音消业。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事？有的人说，老师你到底一年要办多少次超度？我说我巴不得每天都给你办的，但是我老人家没时间啊。为什么？你五始节你自己的灵，五始节你带了多少业力来？你不是一次的生死，对不对？你带了多少业力来？还有你的九族给你这么一点，从一点你看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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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放大成多大的业力了。所以你不相信它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因为你信它才在，而是它是本身客观存在。说什么时间你的业清净了，业清净你身上就开始放光了。所以说有的人这个说什么时间我才会拍到红光，我告诉你，你打坐的时候你观到整个身场有头光、心光、这个身光啊，下腹腔的光、胸光，你闭着眼睛真的光到了，然后在这些光外面又光到了一个大的彩虹啊，照住自己，这个时候你敢敢的让人在对面拍一定会有光，但是要准找准角度，因为那个隐态的东西肉眼看不到，它怎么看，但是你找准角度在某一个点上对上号了，它就真的把你显现出来了啊，是要你自己内观先把它关出来啊，不要闭着眼睛一团黑，那你不要让人家拍，那个全息上都带着业力啊，人家看了本来不下地狱，看了你的光还下地狱了啊，沾了黑气了嘛。所以这个要注意，这个不要乱拍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很关键。所以大家之前这个没有调好人和，人和怎么调？清音消业，不是说你想去就去，他到时候业力来了一定会想各种方法阻挠你去，你就去不了啊！定好的行程也错过了怎么办？清音消业。所以说我们今年下半年也是
有几场嘛？你这个中元节要来了，有一场，还有祭祖。那么还有特别把孔雀明王法，这个每年是我们的定例的，今年也要做，工作人员都掌握着时间，你们可以跟他们早些报名，提前安排，所以是这些目的是什么？把你的业障搬掉，把这种像山一样的业力给它释放掉。那释放掉了以后，你的阻力就没了。这个阻力没了，不单你修炼快，那么你这个世间法也开始通顺了。很多人通过祭祖，通过清心消业，自己的公司也顺了，同事关系也顺了，方方面面都顺了。所以今天呢，我是借着这个东北龙寻龙，给大家传授了很多高级的东西。那这个是普通课程中你们听不到的，因为课程只能按部就班的讲。那么拉了一下，这个里面没有别的意思。第一，让你们升起坚定的信心，你们是一群很有福的人，那么我们也是天地需要我们，才给了我们这一次大的机会，给了我们再造自己的新生命，重新来一次新生的一次机会，把自己的后天，返还回先天，所以这里面要通过医、卜、星、象、山五种术的综合应用。而我的师父培养我比较辛苦，培养了到现在20多年，我还在跟他学东西，目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些术上升到法，法上升到道的层次。普通人是道法术学术类的东西，算个卦、卜个命，然后看个风水，赚点养家糊口的钱。我们修道人是从术类往法上，道理让你懂，叫理法，就是术要上到法，法要以道为准则，就是说放光，把你这个球放光了，把你的家也做一个厂放光了，把你的 office 也做一个厂放光了。处处都光明，然后你这个到哪里都在光化你，因为到处都是光，到处都是耗散场，有点光也散了，有点光也散了。你好不容易练了点功，到了那儿就没了，耗散了。所以是调整自己的内天地，还有外天地，达到放光，都达到放光的水平啊。那么，并且要借天时、借地利、借人和。那么我们天时地利由师傅帮你们找，人和是你自己要清心消业，要刻苦修炼，否则你合不上这个天时，合不上这个地利，损失的是自己，并不是别人受什么损失，时间的关系呢，就耽误大家这么多时间，这个感恩你们拿出这个牺牲休息时间过来捧场。感恩感恩，谢谢。